112年秋季兰展，这个星期假日两天呢，是在中央路上的嘉丰汽车展示中心登场。花莲县兰艺协会表示，今年花况非常好，还有珍贵稀有的兰花来参展，现场还有兰花义卖以及兰艺教学，欢迎喜欢兰花的民众要把握机会前往参观欣赏。花莲县兰艺协会举办112年秋季兰展，这个周末假日是在中央路上的嘉丰汽车展示中心登场。协会表示，今年的花况非常好，还有不少珍贵稀有兰花参展，值得民众前来观赏。时间过得很快的哦，那个很快，我们又花莲兰艺协会又办理了那个112年的秋季兰展。那这次非常感谢那个 Kia 汽车哈，那个林总哈。配合跟我们一起合办的这一次的秋季兰展，那同样的今年的展览的话，同样蛮多的，蛮精彩的。我们有非常有蛮多颗哈，很特别、很珍贵的那个泼墨石斛啊，再来还有那个万代兰啊，最重要这一次的特色花哈，就是有两颗蛮特别的豆兰啊，欢迎大家来现场参观，谢谢。秋季兰展也由专业评审选出了今年度的优胜兰花，同时还有很多罕见品种美丽绽放，现场还有兰花义卖以及兰艺教学，喜欢兰花的民众要把握机会前往参观欣赏。记者会吉安乡报道。